欢吃油点，全世界在外面的油点啊，都要100多一个，太贵了，舍不得买。当时啊，我就愣住了，我就是把我生化成的书都卖了，我也赚不了那么多呀。你们呀，一定都认为好货不便宜，便宜没好货。今天啊，我就要打破你们的看法，就我们这样的科学家，好吃又便宜。如果你喜欢吃的，点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，看到是什么样，收到就是什么样的。生长在火山岩石上的荔枝王，你们有没有见过？一口都不舍得吃，今年不同呀，大丰收。我先打开一个，你们看看，它的果肉啊是晶莹剔透的，看到吗？如果你们想吃呀，必须得尝尝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几十块钱就帮买一箱。女生们，一定要多吃这款水果，它真的有用。我反正呀，从小吃到大，这个呀是牛奶木瓜，我打给你们看看。哇塞，看看，只要你们想吃呀。一箱，还不好意思拿下。你们有没有吃到过？在我们这儿，它叫做树皮西瓜，它的皮呀、啊、是特别厚，一吃一吃呀就掉了。别看它个头小，它的水分也是超级足，一口一个呀，刚刚好，脆脆的。如果你们想吃呀，你来我们直播间，今天咱们买呀自己的，一箱呀咱就赚2块。纯甜纯甜的，我打开你们看一下，皮薄肉厚，汁水足，最重要的是呀，价格还便宜。如果你们想吃呀，来我直播间就有。这个真的是无核荔枝，往年呀都卖200多荔枝，现在我是一口都不舍得吃，今年就不一样了呀，大丰收，你们呀必须得尝一尝，100多咱就翻满满一大箱，嗯，特别好吃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卖，被那些坏人给收走了。今天呀，
我想试试自己卖，几块钱给你发一箱，买五斤送五斤，还给你包邮到家。八月瓜，看一下，要不要给你们打开一个看一下？